小新领导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也活够了！你们再不搞的话，我就把煤气给打开了啊！我那个楼，整个楼都炸了，你信不信？我跟你讲啊，日企就是都做了，用不着都把房子建了啊！那都把煤气开了，炸了也走，因为赶快都跑吧！我不想活了，不想活了！我就要马上把煤气都打开，我他妈都炸了3辆。真的，我不想回了。你最好是把我们的楼栋都伤害，让别个都跑了，就砸死我一个就完吧。你赶快分开别个，我真的把煤气打了啊！我跟你讲讲，我已经准备自个死啊！真的啊，我活得太累了，也不得。我屋里生活那我没冇得嘛，屋里就是有钱，听到吗？赶快放开别个，我已经开了，我马上砸了啊！我不认了，不能冷静，要不然。我们二十一人全部都跑到这网线上，都该封，只要没下去，然后我自个死了也久，我把我命嘛不当命嘛，再不跟我讲了啊，我都真的妈的掉。等你们20分钟啊，你们二十一弄的都下去，我这样准备点了，没人把你们都搞不见了。我是要没下去噻，原先没有机的面，你们就下就完了。我不要命，我还不要你们要命不在，你们得下，你们赶快下楼吧，下楼跟我说一声，我把我电脑砸了算了。这不是下来，你是逼我的吗？我们直接下来的，你们，给他们快点下去，我都把我的房子烧了一宿，听到吗？我跟你讲噻，我也是20多年的党员了，伙计。疫情为我们的嘛，中国的事业在拼搏，你们把我逼得这个样，你们这搞么子噻？像我马上要退休的人了，你们还在讲那么折磨我？我白天下去的，我下去的坐电梯噻，你们呐，真的是，10分钟不下来我就砸了。不是这么回事，要不然他们把我逼疯了吧？我不砸不行呐，怎么弄？这我也没得钱那个人。你妈花那么多买个房子，搞得乱七八糟，我不是活得有没意思的，听到吗？反正我日子一落，你们下楼就完了，不要了，死了就不怪我了啊！我先通知你们了啊，非砸不可，真的，我不愿意，煤气已经开了，开了10分钟，这不是你们做出来的事情，晓不啦？你把人都逼疯了，晓不啦？懂不懂啊？你们出来，出不出来？与我没相干的，你们这搞得我这脑子不见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搞得蛮出格的事情。你放心，你上来有没用？你上来你也干不了我的事情，你上来没有用。你把我们那个社区领导安上来，可能够半天用；社区领导不上来，肯定没得用。